骗人又偷东西的朋友，喂，风雨，玄涛姬，还我！你们竟然能找到我！有人闯入，是刺客，快保护主子！你们退下。可是主子，退下。 你在打什么主意？为何不还手？为之前的行为赎罪。别以为我会再上当。抱歉。 各位贵客，此处没有陷阱，请安心。旅途多劳，不妨进来一叙。初次见面，日前无徒凤玉与诸位有所冲突，实因老夫授意所致。 在此向各位致歉。你是凤玉的师父，你是谁？商王之臣，甘盘。商王之臣？啊！我方才就觉得你很眼熟。那天商儿来我家定亲，你不就在里头吗？是，所以老夫认得您，王子妃。 等等，这么说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商王要你们做的？家国存亡，何须主上亲口分派？
我等人臣自当竭力保护。这甘盘老者，说话也和凤羽一个样，绕来绕去。虽然态度感受不出他的敌意，但也感受不到话中的诚意。不，那是你们商人的事，和我们没有关联。既然玄涛戟已到手，离开吧。 可是，说吧，你们究竟为何对玄涛戟这么执着？这些龟甲古籍，皆是我大商开国贤臣伊尹留下的珍贵典籍，无人以努力解读出部分。 千年前，颛顼帝曾施行绝地天通，独揽与上天沟通的权利，宣称其与其后人拥有受天认可的天之血脉，统治着神州大地。之后，下人之王桀却倒行逆施，荼毒百姓，致使民不聊生。颛顼帝的氏族不过是众族之一。 何时他们的血脉拥有这么特殊的称谓？木叶姑娘、司空兄弟，你们还记得我在霞黄金谷濒死之际问你们的话吗？你是指，如果有恶人被英雄所败，上天却要惩罚这个英雄，让他后世不宁这话？木叶姑娘记性真好。 那恶人就是夏桀，那英雄就是先王成汤。为何先王为民除害，他的后代却饱受内斗、外乱、水患之苦？我们商人也敬神、祭鬼，日夜向上天倾诉，为何上天就是充耳不闻？难道真如民间传闻，只因为商事取天之血脉而代之？ 如凤玉所言，先王虽打败夏桀，却因血脉缘由而受非议，无法受到上天眷顾。尽管无人用心祭祀、勤于占卜，依旧无法改变我大商动乱的命运。再者，不瞒各位，其实商事多年内斗，也与天之血脉说大有关联。 欲夺权者，分捏造证明己身正之神迹，而攻劫在位者之不正，由于宗亲间缺乏正统认定之法，手足相残，层出不穷。得到上天认可，端正血脉传承，将定法公诸于世，此事刻不容缓。是故。 为取得上天认可，无人需开天门，直接向上天夙愿，正我商事血脉。开天门？你们到底在说什？说下去。疑引典籍记载着，一扇与天地相关之圣域之门，只有某上古神器才能将之开启。因此，若欲与上天重拾联系，此神器。 极为关键。据闻，傅炎中封印着水神共工的神兵，先前老夫以为即为水神之神兵利器，其迹可能为典籍中所记载之神器，于是差凤玉去傅炎取。不料姑娘却先凤玉一步取得，老夫只好请小徒向姑娘商借此戟，加以确认。 虽说冲突不属老夫本意，但却是老夫急切之心所致，还请诸位海涵。怎么会是如此？什么天之血脉？若咱们下人真有什么上天认可的血脉，又怎会比商人还不受天之眷顾，至今被异族欺凌，居无定所？ 倒行逆施，荼毒百姓，民不聊生。讲的好像我们下人会有今日境地，都是活该遭罪。
说得这么无可奈何，要是我们没有寻来，这玄涛戟不就顺势成了你们大商的神兵利器？壮士，我等确无此意，我等早有打算，若确认玄涛戟并非伊尹典籍所载神器，便会将此戟奉还姑娘，若是便会占为己有。一切皆是为了大商，请姑娘谅解。说什么为了商事，到头来也不过是偷抢拐骗之徒而已。司空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壮士，看来你并非商人，不知是哪地人士？只是个不知名小村的村民而已。让我看看那典籍。请。古籍指的上古神器是轩辕剑，其此圣域之门并非天门。姑娘看得懂上古文字，轩辕剑与圣域之门又是？轩辕剑是能开启圣域之门的神器，圣域之门造于姬轩辕之时，而轩辕剑目前就我所知去向不明。木叶姑娘，你说圣域之门并非天门，那真正的天门又是？我没必要说，也劝你们放弃这念头，走吧。木叶姑娘，可还记得你口中令人尊敬的共工？关于共工的故事还有一个版本，你可有兴趣听听？千百年前，共工为九黎领袖，其所作所为皆是为了黎民，且功绩非凡。后来也因他功高，令颛顼心生威胁。颛顼为保权力，不仅无视共工为黎民的请命，更将共工辛苦的一切全数抹灭，派人污蔑共工，使其得不到该有的称颂。木月姑娘，你说这公平吗？这故事虽不知真假，但若是真的，该多么令人难过，你说是不是呢，木月姑娘？颛顼帝为何会害得共工他？莫非颛顼帝真想独揽与上天沟通的权利，统治神州人民？不对，当时天帝放任生灵出入天门，确实造成天下大乱，天门不关不可。而且这个的功用并非……虽不清楚何以木月姑娘选择对许多事沉默，但是我们现在所做之事出发点与共工并无二致，尽管背负着不公平的生命，但我们依旧希冀寻找开天门之法，面见天帝向他陈情，请他承认商氏血脉，以改善商国命运。不仅是为商国，也是为更多天下人民。木叶姑娘，你是否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？你们先前抢夺木月的戟，现在还想要他做什么？你们商人受此命运，难道真跟什么天命血脉有关？说不准是你们商人自己残暴不仁，才导致宗室动乱。我看你们说什么诚心还戟都是谎话，实际上还是在图谋着什么吧。司空大哥，这话就说得太过了。商国宗室努力想让人民生活变好，这我是知道的，否则为何要不断迁都？
还不是因为遇到大旱大水这些人力无法控制的事呀。商人命运确实特别多舛，想向上天寻求答案也不奇怪吧。是吗？我对商国没那么了解，族里提到商国也只说他们挑起战争放逐咱们的往事。这很正常，人总是只看自己想看的，对自己有利的地方。因此我们看同一段过去，看到的可以截然不同。抱歉。过往已矣，现在的人民却真正受离乱所苦，周遭方国狼子野心，自日前天上异变后蠢蠢欲动，如今羌人竟以西戎秘术所成之妖物侵略上土，骚扰百姓。那日在霞黄金谷袭击我，不与我取得神兵协助平乱的刺客，就是羌人。总之，不知姑娘是否愿与无人分享渊博的上古知识，一同从这些典籍中探求上达天听之法，稳定大商国运，以助天下黎民。啊，那个，如果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，我也很乐意帮忙。我这次出来，本就是因为关心看到凶兆，担心上世有难，是故想尽一己之力。毕竟我是商王子的妻子啊。王子妃真想帮忙？当然。令尊因王子妃的离家担忧不已，已向商国和王子求助协寻。若王子妃你真想帮忙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返回子国，才能让王子无后顾之忧，全心抵抗外物。我不是说了，让你别再提这件事了吗？身为王子的属下，也就是我的属下，竟然不听我的命令。王子妃，不是属下不听你的命令，这次可是王子下令属下协寻王子妃送返子国哦。难不成王子妃要属下违抗王子谕令？你好了，凤玉，王子妃深明大义，必会听进王子建议返回子国。哼，我是听王子的建议，可不是听你凤玉的。好，我答应，我答应协助你们钻研古籍，但不保证能取得改善大商国运之法。我只想从古籍中取得一些讯息，但过程中可与你们分享我看到的事物。如此亦好，晚些等木月姑娘安顿好，请务必透露更多细节，无人也会将更多王室珍藏古籍与姑娘公布。等一下，沐月，所以你不去商都了？我本就是为寻找更多返家讯息才去商都，若此处就能找到消息，我何必执意前往商都？如果你坚持留下，那我……司空宇，你就当已完成任务，回去村子吧。这里的典籍可以先让我看看吗？请。又是陷阱，可恶！没什么不学，尽学司空宇那些无聊事。沐月，你真的不去上都
要躲在他们这里。司空兄弟，我就站在这儿，何必称他们，多见外啊。是。这趟旅行除了护送木月返乡，本也想去大地方增广见识，习得帮助村里的方法。但既然木月他本人都不想再前往商都，我再执着这个任务又有何意义？而且这时局比想象中动荡，连商事都自顾不暇。不知阿娘、青梅和村子可好？那好吧，你保重。你就带着吧。阿乔，你要小心，别再被评审。嗯，我会小心的。评审是指阿乔拿到玄涛戟时发生的事，对吧？会对阿乔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吗？你不要叫我阿乔，我对你还没气消呢。是，王子妃。你好好照顾木月姐姐，别再随便使计骗人，否则我定不饶你，要跟王子告状。需要我帮你递诉状吗？你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再会。不再会。你回子国路上小心。哼，莫叶姐姐你也要保重哦，要是这家伙又欺侮你，你别怕，到子国找我，我一定保护你。嗯，那个王子妃，有事但说无妨。最近王子还好吗？王子一切安好，王子妃无需担忧。这样啊，那就好。大人，车马已经备妥。木月姑娘已可启程。嗯。木月，你保重。好。司空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为何这么问？没事。这是绕口令吗？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走呢？你不是要回子国？这个是啊，不过中途也可以绕路去别的地方看看嘛，难得出来了，就这样回去多无趣啊。那我们就分道扬镳吧，我要回有熊村。真的吗？那我可以去你的村庄看看吗？一个山野小村有什么好看？司空大哥，带我去有熊村看看嘛，我也很想再见见青梅呢。为何我总是遇到这种任性的女子？你让我考虑一番。无论如何，咱们先到别庄补给必需品，休息后再说吧。好。